而家唔係睇顏色，就得兩隻色啊，三個色，唔係顏色同埋散色，係啊。他是得拿下刀的，还要刀割的，几分打够，几分跌，是拆这一片吧？对对对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不会划坏的，它在中间的。蛋糕都熟。折一折，黄色的，对，这主要是橙色啊，系，灯灯个橙色的，两个橙色的，做咩色？蓝色，蓝色、黑色，三个颜色，都系有折痕喺度啊，这里面有什么？有个六十六瓦个车窗啊，车窗，两条数据线，两条数据线，对，有个这个手机壳，手机壳，对，包裹饼给包到了。这个多少瓦的充电器啊？66瓦、价值800元，什么卡全一礼包，这好像应该有，跟那个 Magic 3至尊版一样，有个卡片在这里，正面没有，不跟这个不一样，这个壳我喜欢，你超一样的吗？这个壳超薄，那一边啊，那边呢？这只有一边呢。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个是无线充吗？不是，是机哦，支架。哦，自带那个的。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折平的水晶吗？哎，真是，肯定不是啦。